JTBC 推出的全球音乐秀 K909 是一档为喜欢 K-pop 的粉丝们准备的节目。节目公开艺人们的收录曲、特别的合作编曲等，另外还会释出艺人准备幕后的纪录片。先前公开最新一集，美国创作歌手 Selmelis 这次给 The Celebin 写的歌曲，由宫胁孝良与允真参与作词作曲，两组艺人共同合作新歌 Good Part 也在节目首次公开。彩原清澈音色搭配允真的后嗓，主唱 Line 相辅相成，为歌曲带来更丰富的层次。彩原还准备 Mad at Business 这首歌与原唱 Selmelis 一起唱，这样的梦幻联动真的好难得呀。 I mean, I'll pay some is, but I don't believe